厌，你再飞来了，难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看我手上提的是什么吃的啊、因为文雪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她晚一点啊、要过来洗个脸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加班啊、所以说我就出去买了点吃的垫一下肚子，因为她这会儿在工作室在忙嘛，拍板呀、拍视频呀这些，她说要忙空了然后再过来可能有点晚，所以说就先买点东西吃垫垫底，今晚上可能要晚一点。恭喜老贝儿，我跟他真的太亲了，太亲了。这个是我们大个人的下午茶吗？松散是吧？因为平时我们就六点钟左右下班嘛啊、他说他可能就要六点钟左右才过来，所以说就今天下班要晚一点，我们就要加一个班。嗯，不要起工地了。嗯，等会你看你自找这个人，好香呀！哦，都吞口水啊。嗯，看吧。哇，好丰富吧？感觉加了料嘞。对，快吃。文雪过来了。嗯，好呀，对，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备用间里面全部放的都是仪器了啊。今天给他做磨光吧。哎，磨光，他要好久没做了。哎，因为我看他有身高，也做磨光的话可以改变他皮肤。就是，好，要对。Hello， 你来了哇、啊！我这一头还在做准备工作嘞。啥子准备工作？你来了没有？帮准备工作做好嘛。哎呦，人，哎，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了。啊啊啊！今天帮我好好的弄一下。好，这边。这边 VIP。嗯，弄完了之后还要拿两盒胶原蛋白。哦哦，你喝完了？喝完了吗？哎，嗯，刚点的喝悠悠。要得，好，放这了啊。嗯。哇，哇，今天我带的 VIP 是啊。是啊，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是有点客气了呀。文雪，我跟你说，为了加你那个班，然后我们刚刚都已经吃了点东西打底了。哇，今天为了给我重点就是要加班是吗？对，你说你又过来要晚一点嘛，因为我们差不多六点钟左右下都下班了已经。所以说、你想平时白天要工作要带妆，只有到我下了班之后才有时间过来。对对对，嗯，就是嗯。哦、我刚刚都跟他们说，我说今天要加个班哟、哦，然后请你们吃。可以，好看，有点好看啊。嗯，我们新到的一个风衣外套。嗯，现在是该穿那个风衣的季节到了。就是，我发现你这段时间拿的衣服都好衬皮肤啊，是皮肤好了的个吗？哎，对，我们那个胶原蛋白其实每天喝一次都可以，但是每天都喝两次。难怪不得。贵是贵了点，但是必须要舍得往自己身上用钱、我觉得要、啊、舍得保养下自己啊，必须要保养。胶原蛋白每天两次，长到一起床的时候都说你从起床那一刻就已经比我消费要高了。有什么办法嘛？哎呀，女孩子嘛，是的、好，要得，那他现在给你弄。嗯嗯。今天怎么没光啊？可以休息哈、啊。分工。这个做了回去多敷下面膜。效果是什么？这次我给你做的是网红的主要是打开你的皮肤的吸收通道，然后后面我们会用这种面膜，还有你的粉底液，还有吸收你的加湿吸收。好舒服啊，感觉休息也休息了。对，这个我要拿两个左右。啊，你把刚才那个取了吗？把刚才取了。啊。我不知道好久，坚持喝，坚持敷面膜，哎呦，好凉哦！以后争取一定要定时定点来。嗯嗯，主要是要养成习惯哦。嗯，对，就是。嗯。那我就要先走了哟。好的，你看天都黑了。嗯嗯嗯。好，我转给你啊。嗯，好。拜拜喽。拜拜。好了，刚刚把文雪也送走了，我们要收拾收拾，准备下班了。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朋友们。